这个天桥。对嘛？那你们附魔可以看有没有那个击退或火焰的弓。那要买一下那个。我真的没有二楼的。下书贵呀。想射我家凡凡？哎，我在家里耶。哦，那谁？你看到谁啊？没有，因为他也有披风，你之前也有披风，我现在也有啊。不是，我叫我之前也有、啊，我现在还是有啊。对啊，所以我更认披风认你。跟我对攻。哎，没血是不是？吃啊！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炸直升机是不是？嗯，我想要过去。来了，叫什么扑啊？我来啦哦！扑吧，我有扑好。你扑个头啦！我扑比你快。哦，天桥剑，原来是天桥剑啊！小雨，丢他就可以了吗？那就送你炸弹。人呢、啊？音符不准怎么办？丢他炸死了！好、啊，扔下去了。他们在叠书柜，他们在叠书柜。插爆他们书柜！哇，有没有办法弄到他们家？有有，我在炸了。好，那我就不过去。小帮手，这个拿弓的，弄他。啊，我的血球丢完了。哦，对不起，炸到你。但是没关系。复活。装备我吸吸。钱忘记捡回来的啦，还我。哎。哦。我吸到一套装备。我是炸他们国王啊。对，哎，我又一个强力三保二的装，小雨你是二阶装吗？啊，我现在在二阶，我给你套二阶装。好，在路上，白痴，摔死了！挖进来的是我，二阶装备。这书柜还没买呢，没。我先喷鸡，不要鸡蛋。哎呀，堡垒。二等。对啊，我们要想办法弄装备哦。哎，不对，弄那个、分数。一拳炸起来啊！一拳。我刚喷完一轮金哎。等一下，等我消耗完这些东西啊。已经第二天了。巨石炸，那个直升机的路，康庄大道啊，没有任何的干扰啊。各种经验品。哎呀，少个五罐。哇、哦，谁在炸？炸那么开心？哇！厉害厉害。会炸掉了吗？没有啊，炸哪里啊？哦，看到。想要我们书柜满了吗、啊？你这个可能要跳下去哦，还可以。瞄一下应该可以。哎、欸，结果，先不要掉，先不要掉，不要掉，不要掉，你这样很容易掉到自己人。啊，你在？我要经过你，我刚要经过你，你这样掉很容易掉自己人。拿到武器了。哎、欸，你身上还有一颗吗？我刚好缺一颗，没有丢到。你跳下去，你直接补跳下去，挖更快，不然丢不到。我现在跳到那边。你有没有方块？炸、啊、有了。还炸？可是我应该会死着回去哦。没关系啊，就死回去、啊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你要回家补啊，你留着也没有用啊。喂啊！有这样也是死，这样也是死，也是可以。你可以等下爽炸直升机。我看到有一个又想要偷我们的小帮手的钱，一个又想偷，小帮手差点要被偷了。又救小帮手，我手上都绿绿的，然后小帮手还傻傻的想要过去。救救小帮手！我就是偷钱的东东啊！他们是附魔台又在弄啊？嗯，我在搞。哦，你们这个厉害厉害！哎呀，没球了！弄一下我们的帐篷。没球了，没球了，帐篷丢完了。不要过来！我有炸弹。我没有炸弹器。哦，他也有，对不起。我中间也有，对不起。到处都有，到处都是炸弹，从天而降的闪电鼓励吧，瞎听不？问号，
哦哟，那有闪电好可怕。堵啊！我一走还停下来。有人来我们家，有一个，有人，那应该是空中的。嗯、好，喂，你后面？哎呀，在我屁股后面。你打他，揍他，他应该空中。小心，炸弹，小心炸弹！哎呀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事，反正我身上都没东西了。OK，OK，可以，可以，都用光了。捡回来就可以了。他有钱呢，偷捡一下。他是送钱过来的。居然吗？他被自己，是他是被自己送钱的啊。炸弹炸。上菜通知。喂。偷了一波对手的钱，再送回对手。精锐，厉害厉害，棒很棒！哎呦，高高的想干嘛？啊！我什么都没啦！那 QQ， 我也是，重新买了，要重新买了。我天啊！没，他们 QQ 代表他们也换了很多，大家都没，大家都一起没了，没东西，大家一起没有，一样的样子。还有钱，还有钱，可以。我稍微回来。我要偷塞东西在里面。那石头也太多了。偷偷石头？有没有人要抢你武功啊？还是跑你下面自己领啊？那我觉得很屌丝。有人来，有人来，有人来，有人来了！哪里哪里？外面，外面，外面，外面。还那么远？哪里呀、啊？哦。炸死了！炸死了！炸死了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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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他们家走过来了。没有，在我们家门口。门口。还在走，还在走。难过。是因为闷了很久。天空到底在干嘛？他刚刚一直拿一个天桥箭射我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方块了？好，我去挖。没方块，那你可以天桥建。不要，贵。家里的那个啊，箱子一堆，哎呦，这被炸掉啦！哎呀，那个、啊、保险柜，保险箱差不多，没有很多。哦，好。他刚刚感觉像在偷我钱。又天桥建，到底要干嘛？哎、欸，有时候天桥建真的很好用、欸，哎。我刚刚就是要扔炸弹的时候，他们有一把强力的弓哦，挤压你的概念还是在走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是挖东西挖东西，没挡我视线。哦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感觉感觉到了护射。哎，不看他都在跟我对攻，我们可以好继续炸继续轰炸，好，好好不好？嘿、欸，啊。哇、欸！他一番好痛，一番好痛哦！你自己小心哦。No， 不在你身边哦，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啊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。看这个笑声、欸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他那个也是强三强四哦，应该是四。哎、欸，是说中间有去挖、啊？算了，太危险了。不要好了，不要。下一天吧。送他们，送他们，两百块而已。200块，又是钱啊！钱是钱啊，但是巧克力现在有装啊。嗯，命比较重要、啊。命比较重，装比较重要啊。哦，你们也可以去啊。哎、欸，他们的天那个天桥剑帮到我，我直接。田哥哥，快点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东东，卡不住，我太放下不去、啊。为什么这把弓的名字那么奇怪，让我不太想用？都想只是我取的。哎、欸，有一个锋利式的剑，你要不要拿？你要赶快 哦，不然那个直升机周围会被清掉哦。啊，尽量再快了，再快，别扑过去。你的剑太奇怪了，我把它改掉。这比方说我现在的心境啊。哎、欸，哎，我再刚那个一下。嘣！啊，我的钱还我！欸、中间那个啊啊！怎样？我被他的那个。挡到完了哦，有了有了，天桥那个，对对，天桥压到我，哎，太胖了，野生木头人，野生木头人，他不动了，他不动了，他不动了，不动了，不动了，我有看到他不动了。他那个中间的那个红石砖是一定要用炸弹的，对，玻璃跟红石砖都用炸弹。我知道没有炸弹诶，可能没关系啊，你先挖挖到快没有，你就先把其他挖，对，我还陪你了，上去啊，应该有人要来了，我还陪你了。腰不会生气吧？不要跑！他
没空，那你死了只有火焰，火焰很好啊，都被我吸走了。火焰不好吗？你说那个哪里烂？你只有一个火焰啊，你这边那也很好啊。你留这一块，然后拿来炸。你说这我就塞箱子里。我来，我来，我去拿。你就留那一块半砖给我，我去换炸弹。你说角落的那一块啊？直接平掉了下来了。红瓷砖下面的那一块，在你挡后面，哎，正面就射击。我就留这一片给你就好了。反正就是我要炸的时候很好炸的位置啊。好了，那我就先不动，我下去帮那个。还把他的装备给炸掉。好。OK。反正我在上面，我现在也不能干嘛，先回去了。喂。想干嘛？嗨。这里在开炸哦。没钱。哦。开炸。为什么？要怎么办？把他的弓给炸掉。你要干嘛，露米？就是那买大豆，太久了。我买，等下，我买十几颗，好。呜、哦！吓死我！小帮手就这样被炸死了。他零点钱，太过了这一天了。哇！第三天啊，使用。哇！现在可以吃东西，吃东西，吃东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在这个地方？你在哪里？洞里面、啊。回头。哎、欸，我在那边，我觉得我跟洋洋今天会上去、啊。你怎么挖个洞啊？那你们两个啊？哇！太屌了吧！我没有石头，我有石头。他们挖的，没关系，等下不要靠近那边，等下会挤。屈服的按着就好。一、跳，准备哦。好，一、屈服的按着哦。我不要挤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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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下去，我看到了。谁上去？谁上去？谁在推？谁在推？小帮手，第一个小帮手，另一个是谁？下去的另一个是谁？是谁一直把去外面的路给封起来？不知道啊。附魔台外面的哦。附魔台没有啊。附魔台，我没有在动附魔台。忘记买东西了。忘记买东西了。看刚刚是谁被？洋洋，你掉下去还不承认？我说我啊，我有说我啊。哎、欸，洋洋，你留这一片一个炸弹不够啊？两个吗？你要再换一个、哦。有人在瞄你哦，放心。这打不到啊，这个天桥剑帮我太多了啦。放心，我说他，我他天桥剑，他帮我铺路。感谢他。哎、欸，差一个，真的差一个。你来。我来了。你来。但因为我他想要捡他的天桥剑，哇，还真的有，他让我这里变成迷宫了。你等一下就是走到哎，我是这种怎么了？没有，你等一下就是走到黑，你要丢到黑色那上面有吗？哎，对，漂亮漂亮，就炸他。哎，你要炸人还是炸炸直升机？卢米，哟，分数比较重要。哦，好，有了，那应该也没装备的。哦，有了，棒！要用弓的那个箱子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小雨钱，小雨钱，赶快把钱领出来！我们压箱宝。好啦，那我下去挖喽。哦，你们看不到，先撤退。啊！直升机在哪？怎么知道哪里啊？我看到，跌到了两下。哦，直升机在这。快回家！按摩摩，那撞到墙壁，哎呦，看见了，亮了！那谁去他家啊？那么凶？小帮手吧，他们有一个来我们弟弟哦。你要不要下来吧？弓弩那么多，你们拿炸弹的对不对？因为我是啊。好，你弓可以拿。炸炸你！对，我已经强。没关系，让他炸，这样帮我。OK。哎、欸，你可以丢，你丢一颗好不好？你丢一颗下来。七等。你要丢哪？红石砖，你丢得到吗？你的臂力够吗？不够。哎、哦，可以。等一下、喔，那我挖掉。哦，强力自火焰哦。卢米，你要不要下一起挖？你把炸弹留给那个洋洋。他很开心，还丢人。那卢米在上面，洋洋下来帮忙挖。我快扔完了，我这个有三颗。家里一堆zombie。有没有？哎，那个箱子还有那个、喔、无限的弓哦、喔。有人过去了。还有又失灵了。强势无限，你可以玩。
光影够多了，可以玩，可以玩。光影好烦啊！小心哦，你都看不见。这一只是谁呀？看不到。哎，有一个有人来我们父母台哦，二楼二楼，小心！哎呦，上面小心，还有炸弹。哇，有点痛哦，这个弓有点痛。哎呀！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天啊，失明好烦。哎，汉博的书。哎，洋洋，你可以丢，等一下，你丢我这，你丢我这，你往这丢。哎，洋，我丢完了，确定哦。丢我脚下这边，快快快快快。有，我只是要挡这个啊。好了，有了，不是了。干嘛？我就是要挡，我就要接那颗炸弹哦。懂什么？低端。用头接炸弹。没有，没事，我上他烧。你们还要继续炸吗？炸炸，随时会被逆转呢。哎呦，怎么？哎，家里一个，家里一个，又是那个神经病。你们一楼的小心。哦，有人上来这座桥了。箱子里看不到。最左下角有把封印式击退二的。跨模啊！跨模啊！志明。是是，刚刚有人在追他。嗯，我干掉他了，是反派。上面有个人哦。好像有人点那个球会过来。哎，地板上，哎，忘记脚石好了。地板上怎么都是炸弹？来一个蓝蓝的，蓝蓝的，蓝蓝的，那个加油！哪里？哎呦，他又想偷钱啊！大爷。我求你干什么？我求他，哎，他把我钱偷走啊！还是他刚他们在赌博？我傻眼！你刚狂赌啊？啊，为什么连他们那边的也付了？付什么？也被偷了吗？我们刚有赌，有有有有有。哦哟，这楼上是怎样啊？楼上怎么了？危险的